好的，我们现在讲这个神属性讲道法。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，这个是基础。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是用恩典推动人，不是用律法推动为主，也有律法推动，律法有这些提醒，但主要是恩典的推动。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。首先，我们讲这个讲道者的生命很重要，是我们的生命有属神的生命与神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自己多思想神的话，常常抓住神的应许，圣经应许的我都抓住，我都倚靠神，我都亲近神，我都相信神必定有祝福，所以我就常常的。思想神的话语，也抓住神应许的，我就抓住，多数上神的恩典，从心底处感激神，以神为乐，神就美好，我以神为乐，我常常真的很喜欢神的，这是最简单的。老师为我预备这个饮品是很有益处的，对身体，我也感谢神，感谢神给他爱心，我也感谢神创造这些这个灵芝。这些健康的食物，感谢神，我也感谢神有这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这个机会，你们有心都是恩典，是不是？每样都感激神，我整天都感激神的，没有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有好处都是神来的，所以我就以神为乐，我就用很多时间去赞美主。祷告亲近神，爱慕神。祷告不但去祈求，有些人祷告神啊，我要钱啊，我要医治啊，我要家庭啊，快乐啊，生儿女啊，结婚啊。但其实我很少为自己的事祷告，神也照顾，我也为自己的事情祷告，但不需要每一天告诉神的，神知道的。我更多是亲近神，爱慕神，也求神祝福。你的天国更多人信主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主导文的，愿神的旨意成就。用很多时间赞美主，然后尽心去爱神。怎样爱神呢？常常亲近神呢，感激神呢。神是我的一切，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。真的，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么美好！”我们一生人原来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会说啊，神真美好。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去到天堂才讲感激神，常常每一天都感激神，然后会遵从神的神所有吩咐。有些人没有遵从什么吩咐呢？不要骂人，尤其是老公老婆，不要骂孩子啊，不要发怒，这些我们都遵从神了。不要有负面的想法，不要低沉。烦恼，依靠神，仰望神，以神为乐，属上神的恩典，而且侍奉神。侍奉神不但是做传道，任何时间我们帮助人的灵命，为他祷告、探访他，帮助他亲近神，帮助他处理问题，都是侍奉神。不需要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职分，如果你有的话是好的。然后多处理生命中的罪和问题，有些。我见过不少传道的人，他们容易发脾气，容易控制人，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说清楚的，不要下去群羊，还这一款掉下去，是不是下去？下去还是辖制？下去，下去，控制，下去，不要控制人。不要下去群羊。圣经有说，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。但没有说引导人可以辖制他们，我们引导他带领他们。耶稣没有辖制十二门徒，就是说我们用柔和的方法带领他们，也让他们看到你的生命很宝贵的，很重要的。你要不要发挥？你发挥的生命就必提升了。所以，我们处理生命中所有的罪、所有的问题都处理，让我们整天轻轻松松。我是很轻松的，为什么？我处理生命中所有问题，没有一样问题在影响我。
有些问题不能改变的，有些在我周围我不能改变，尝试改变改变不了，我就放手了，不要被他们的话影响，我就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不代表我改变所有周围的人，而是说我不被他们影响，我可以影响的我就影响，有些不能影响我就放手了。然后自己生命不断的被更新，有美好的生命见证。你的灵命跟一年之前有没有进步了？你的教导跟一年之前有没有进步了？而且你听了这个教导，进步可以很快，因为你每一天都赞美主，享受神，神在爱我，神看重我，所以你整天都在喜乐的状态。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不停的被提升，不停的进步。你教导的时候，人都看到你的教导，都说啊，你进步很大了，因为有神的话语，有神的恩典推动我们去遵从神，也有好的生命见证，周围人都看到我们的美好，周围的人都看到啊，神正是祝福你的。你要处理所有的罪，全心遵从神，任何罪都要处理，保持长期的圣灵充满是大有帮助的。圣灵充满就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与神常常保持这个连接，常常会爱慕神，也会神给我们感动，犯罪的时候就会不舒服的，就常常留意，而且有圣灵的能力，这个爱慕神不要轻看了，当你整天都爱慕神的话，你祷告马上经历神的平安喜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问你，刚才祷告有没有什么经历？一是你留意神的同在，要留意神的同在，为人祷告，人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就会改变了，就会经历神的同在，所以圣灵充满很大的改变。我自己发觉我圣灵充满之后，因为我看到神的爱这么真实，我就更有动力亲近神，而且我看到神的同在可以带给我们这个侍奉的能力，我就多侍奉神，而且神也教导我，所以我就不停的进步，我越看到神的美善，经历神的教，我看到神的爱，我说我所经历的是天上的万分之一，在天上更经历神的爱，这么美好，我要让人知道神的美善，所以这个就改变我的生命了，这个更大的提升了。然后讲到的时候也是更新自己和听众的生命，我告诉你，我每一次讲到，我都觉得更平安、更喜乐、更有力量的。而且在讲到的时候，神也给我不同的意念。这个就是讲到的时候得力，但有些人讲到是很有压力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想我要怎样讲，怎样讲，没有这个生命，所以讲的时候就很困难了。但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、神的同在，就有力量了。有这个力量，就有。口出的话都是神的话，都是恩言，都是有力量的，有能力的。我们预备讲道和讲道的时候，同时用心灵爱神。我希望你们整天都是这样，我整天都这个状态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一边讲道，一边在喜欢神，一边在喜欢神，带领敬拜很重要。有些时候人带领敬拜会但是想着诗歌，我们要想着耶稣在前面。我敬拜你，全能真神，没有想耶稣的样貌，就是想到耶稣在前面，就爱慕神，就喜悦神，让圣灵带领我们，也赐给我们能力，圣灵带领我们，信息去渲染神的荣耀、恩典和诫命。圣经多处的讲出去啊，渲染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承认他的美德。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，都是讲到传的都是耶稣，我们是传耶稣，不单是传人要做什么，很多人是传人要做什么，这个没有错，但这个不是我们信息的最重要部分。
信息最重要部分是让人看到耶稣的美善、神的美善、神的荣耀、神的爱、神的怜悯，然后叫圣灵借着我们去更新人的生命了，透过我们的言语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你会发觉这个能力传递出来。你有没有感受啊？在敬拜的时候，在听到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有神的能力，你发觉这个能力就影响你，给你动力去改变，里面也觉得兴奋，有没有啊？兴奋，有方向，有力量，同时也更新自己。啊，我会整天都喜乐，整天都享受神。在讲到的时候，也被圣灵感动和更新，灵命就越更新了，整个生命不停的更新，不停的提升。用这个比喻哈，这个神属性讲道法，为什么这个方法呢？这好像啊，这个母亲织这个毛衣，这个织的毛衣，他用很多啊思想，他想到为他织这个毛衣，然后买这个毛线，然后找这个合适的颜色和款式，然后一边织一边量度衣服是不是合身。然后织好了，女儿穿上就合身，就很开心了，很开心，织好了。但这个女儿的开心有没有好像她的开心呢？也是，妈妈也开心了。应该我说女儿是不是同样的开心呢？你妈妈开心，你们开心。有些是你的女儿会，因为你的女儿是好女儿。但很多女人就是说，要我穿你的衣服啊，或者是说，这个太老套，有没有这个词啊？老土，就是啊，我要买外面的，你的织的不好看啊，就是没有看到母亲的爱，因为女儿没有感恩，没有兴奋，因为没有想到母亲的爱心和恩惠，没有想到母亲的爱。如果儿女明白母亲的爱和心和恩典，就会令母亲更欢喜，就会说母亲这样为我织毛衣真非常美好，我就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同样，我们能够明白和感激神的爱心和他所有的作为，他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们思想是不是？啊，不但是啊，圣灵领导我，我们不但是说圣灵领导我，是神看重我，珍惜我，接纳我，不放弃我，所以将圣灵放在我身上，要提升我，帮助我去到更高的层次。他有这么强烈的心，我真的感谢神，我真的要爱神。告诉神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做得非常好，我非常的感激，非常的欣赏。这样的话，神就喜悦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同样，好像儿女需要学习感激父母，我们也感激神，他的恩典比父母的恩典大很多很多倍。所以这个神属性讲道法就是帮助人看到神的美善，让人喜欢神，因为以神为乐，以耶和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以耶和为乐，神就叫你成价地的高处，神就 提升你的生命。有些人说，我这是遵从神，我常常遵从神，我常常去传福音，常常帮助人的灵命，但他做工作，他侍奉的时候也没有常常讲到神的恩典，只是说你要做什么，你要遵从好了啊。他遵从了，他传福音了，他信主了，传福音了，他爱人了，只是看到人的改变，没有在这个过程让人看到这么美好的神，这么美丽的神，这么谦卑的神，这么服侍。愿意服侍我们的神这么美好，人就会被吸引去跟从神，不是被吸引跟从他。被吸引跟从人也是不对的，我们要人看到耶稣的美善，
喜欢神，所以服侍神；喜欢神，所以尊重神；喜欢神，所以亲近神。可不可以这样啊？是因为我喜欢神。我想问你，世界上有没有人真的好像神这么美好，值得你去喜欢呢？有没有人他对你美好的地方能够得到神的美好的程度了？没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的说，有谁能像你？在世界上只有神是这么美好，没有人像你。我们就神啊，你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这种心。所以这个神属性讲道法是神给我，我很希望能够传递给更多人。我希望你们的生命就彰显这个神的恩典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学到这个讲道。否则你只是讲道理的话，你不能讲到这个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